那看上去很有趣。大家好，准备在游乐园玩得更开心吗？太棒了，但我们需要首先完成一份工作。今天我们将建造一个海洋球池，有些零件已经在这里了，让我们把它们组装起来。我们需要更多的零件，你能找到它们吗？干得好，起重机查理，你可以把它们放在你的卡车车床上。干得好，推土机比利。我想挖掘机艾德发现了一辆装满零件的卡车，干得太棒了，伙计们，让我们卸下零件。这是现在所有的零件了，你能把它们组装好吗？干得真棒，伙计们！哦，我觉得艾德已经准备好找点乐子了，他困住了比利。
哦天哪，我们又来了。该回去工作了，伙计们。现在差不多完成了。好了，海洋球池完成了。现在工作结束了，该玩玩了。那我们试试看。哇哦，那太好玩了！想再玩一次吗？今天干得很棒，伙计们，下次见。Thank you.
Yeah.